大家好，我们是 Surfing。1월27일2024년슈퍼스타홈픽예능대상에서만나요사랑해요大家好，我们是 Surfing。1월27일2024년슈퍼스타홈픽예능대상에서만나요사랑해요2013年出道的许光汉，借着台剧《想见你》爆红，帅气的外貌成为许多网友心目中的男神。不仅出演了许多影视作品，更红到南韩举办见面会，并担任了第59届百想艺术大赏的颁奖人。事后还在 IG 上晒出和女神 IU 的同框照。14日，韩国人气女团 The Seraphim 惊喜晒出一段和许光汉嗨跳 Unforgiven Challenge 的影片。影片中，许光汉站在正中间，被四位女团员包围着。只见他露出腼腆的表情，大跳女团舞蹈模样超逗趣。影片曝光后吸引近400万网友观看，台韩两地的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许先生请自重，许光汉你搭讪了我所有的老婆，台湾之光许光汉。而许光汉本人也将该片段转发到现实动态，自嘲写下 Unforgiven 的我，并附上一张合照写下不可原谅的我还毕了业。